是有颜色的电池哎、欸。举一下，你是网红吗？网红吗？我不知道。但我可以给你一张名片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我那个同事说你是网红，很面熟。对啊，就是有做 YouTube 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红，但有在做 YouTube 啊，也是做影像影视器材、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很红，几万人而已。对啊，几万人而已。对，谢谢谢谢。好笑。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网红？要由你们来定义啊。